乎的。这也挺漂亮的哈。我只有在欣赏我的新衣服。哪里不打？我知道我的新衣服很漂亮。糟糕，我差点踩死你命了。这东西跟巨幅答应，居然可以收买我伙伴的心，还不错。等一下，这只机器人你在干嘛？嗯，我刚你闻到闻机器人的药了。那我们现在要保护他们，我就要打这个怪。Okay, 对好，我们可以像直升机一样远离他们就好了。干嘛这样？ Okay. 好，何苦呢？撤退行动。为什么要这样保护？因为他是好人是吗？对啊，因为他是好人。这个半人马。哦，好帅气的感觉。难打，我提早打你。我靠！他好硬哦。怎么他好硬？怎么好硬？鞋好硬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会吸东西。吸你的东西。你，他自己把在那边滴。滴滴滴，这是他的哭吗？这不是只在那边滴滴滴了吗？我滴的挡就看到那个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连斩。然后我身上被附着一些奇怪的效果，它把我污染。又来，恶心！我他这毛起来对付我，天！原来你刚刚都在放水是？看来他是为了等我离开，对吧？难逃。他拔刀了。嗯，那我们不应该过来的。呜、他真的毛起来了，糟糕！我来，我要过去橘色的传送点中。神域一切的敌人。你们在的地区其实是在紫色的传送点中，进去橘色。天不大，他是不是有一个呼啦圈爆了？我不知道啊，你问问看他。你的呼啦圈是不是一个爆了？对呀、啊。然后就跑了。对，然后我就跑了。怎么到时候坑坑巴巴的？你不过去呼啦圈，屌屁啊！果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看到这里有人形机甲，还有那个暴狼。他人跑哪里去？在我面前啊！走开了，你们，烦呢。这里是哪里啊？阿丹。阿丹导电了，好可爱。叫阿丹来救我们。阿丹变呆了。你还有付我们药吗？还有。到底有多少个？我还剩两个。这么多？还剩一个了。好吧。
有点混乱，现在是场面。啊，我挂了，这一片我就挂了。OK OK。好了，没复活药了。那你该回去。要等我死。哎呀，我看到一个阿丹飞走了。OK OK。差点死掉。哎呦！我们近战的血道硬。刚才那个是谁的脚突然飞过来？阿丹吗？阿丹的是下半身对吧？那个下半身朝我飞过来，然后要朝我踢一拳，为什么？踢一脚为什么？难道？意真的非常莫名。等一下，为什么那是半人马那么爱我？走开了。我有点喜欢你。妈的，不是我攻击差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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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全揍他不容易。五、哦，他要对我撒气，听得懂吗？什么东西？他就对我撒气的，他就让我中。你好悠哉啊，半人马，走秀。阿丹，你不要现在，拜托。回家再右手。你们不要在那边放傻好不好？难打。哎，他死了。哦。他死了。哦、啊，你这人干嘛抢风头啊？走开啦！你是。啊，跌倒。我被爆了。阿丹他，我刚骂了阿丹之后就爆你。不要，我不要，现在不要。啊、现在干嘛、啊？等一下在哪里、啊？触手戏的一片山。走开啦，去找天蝎啦。有，这里又有一只阿丹，阿丹无处不在。哎、欸，你不想回去买东西吗？好啊。那我等一下。你有那个什么装置了吗？有啊，我丢了。单一队伍啊，单一队伍，这是个的回忆，超级的回忆。然后我爸摔你过来，你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我爸摔哥啊。哦，哎呀，我屁屁会着火，忘了蛋蛋。怎么上我的呢？我没打过这一只，所以乱乱打了。我那件真的还挺适合你。对啊，我穿什么都适合。不是说我穿什么都适合，我超强。有燃烧。是外表问题。哪像有些人穿军服大衣就很不好看。我没有在说谁，我说个人。旺达索马，他有名字啊，不是叫旺达，反正都是旺达的家族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不痛不痒。哎，好吧，有点痛。哦，镭射炮。飞，就是旺达，只是外表看起来凶悍的，感觉也没有很强。他外表很凶悍吗？就是圆嘟嘟、胖嘟嘟的怪东西。我给他定义真是。开张兽吧，
在哪？我在。你在他的屁股？你在哪？哦，在这儿。好，找到了。小心那边有飞弹。哎呦！哇！19级。我一保护我。他有剩一根，啊，好可怜，我现在真的还穿过去了。所以有些情况还蛮诡异的，各位说是吗？果然，赶快开张幻术！出现手手，手手。打到他头上那个，他好，真的好难跳，我也跳不上去。真的，应该是我脚太长。就不打头上那个。小网打也没什么反击力量。这个在那边晃来晃去，有很碍眼，觉得吗？你在背，中气！哎，你在那边？为什么你在那边？我没代志。你要被炸飞啊！哎，格兰塔那边。融合出现了。我没有融合。神奇甲。神奇甲是什么？是啥？我不知道。回去看看，再告诉你是什么，可以加在别人身上吗？神奇甲。感觉好神奇哦，感觉很道具。我看看，道具就给专业吧。嗯，因为我现在也没办法卖了啊。那，鸡鸡。能不能在个人商店卖个人商店使用券？哎呦，好神奇！